把这钱上。这次好好笔录都做完了是吧？去看他们俩吃辣了没？我把这俩念在心里试试。行，我去看看。要是是他孩子把他爹给举报了。 事情交代还不少，该给了。你们是不是对这防护有感言了吧？嗯，是差不多。王队，要是他爹进去啊，时间肯定抓不了，哎，他妈也找不着了。你们啊，得先把孩子接回去，先把他安顺好他上学啊。行。 不行，赶紧吃饭，吃完饭给那阿姨回家去。你要把刘大年抓起来，别让他出来。抓不抓刘大年是我们警察的职责，你的职责是好好学习。我才不想学嘞。子豪，先给阿姨回家，你爸爸事儿警察会处理的。我要找我妈。你娘个腿儿的！ 你赵江，你整天背着破马袋赵江，你上哪儿找去？我治死你！刘大爷，我告诉你这派出所啊！刘大爷，你要干什么？啊，你把我打跑了！你在家里还警察找我，你也是黑人啊！你这，我顶死你！我刘大爷，我告诉你，对面这是派出所。我。 我告诉你，刘大年的事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但是，你今天要是不跟那阿姨走的话，今天晚上就跟我在派出所值班了。行，我跟你回去，但你必须得答应我，带我找我妈。 在这里装什么？来，拿来的纸。服务员。服务员。哎，你好，得给家里派走了。等着啊。这几天想在俺家里，今天晚上回家洗个澡睡觉，明天我送你去上学去。 服务员，俺那小孩呢？怎么了呀？啊！刘子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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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刘子浩。
你回来了，怎么了？哎，又发烧了，我得把他抓紧送医院去。那我跟你一块去吧。你别去了，我给大妈说好了，她去看着闺女打针，我回来帮你找孩子哈。 小兔崽子，我叫你往里跑看看。哥，你上那边带他，我在这边堵他，我让你跑着他。来，跑！来，你听李海涵了，你敢偷我家啊？打死了我这里子！我就打死了他！好啊，你看我不打死你！给我把鸡给我！滚！快点，把鸡给我！喂，别动！干什么你？ 他偷我家，这俺这今天俺家的家。好，不好意思。来，把鸡给我，把鸡给我，把鸡给我，快点，把鸡给我，把鸡给我。你看偷俺家的鸡了哈？你给我弄来。刘子浩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找了你一夜，你这次完了是吧？行了，你放开，你要是个骗子，你是我为什么举报刘大年的吗？就因为他不让我找俺妈，你也一样，你就是个。 骗啥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你把资料我都准备好了，这个星期天我就带你去。行了。行，我这星期三一走。回家。 你搞错偷了你鸡。哎，他妈妈资料你走了吗？走了，就在车后座的坐垫里。都怪你，我妈不能陪我去医院，但是我妈说了，星期天带我去海边，肯定不带你。 下车，开着车去吧。刘子豪，刘子豪，哎，你好，你见过刘子豪了吗？哦，是的啊。哎哎，你过来，你是找刘子豪的吧？是找刘子豪吧？这孩子我认识。
他是我徒儿的，他爸爸是个官夫，成天那个和个傻子似的，背了个胖麻袋，找他妈。刚才我看着他了，看着他，我叫他多次回村了。啊，谢谢哈。嗯。 好嘛，一次次的跑，为什么？俺图什么？俺闺女发烧，我放在家里，我找你，我单位这么多事，我上派出所领你，我上辈子欠你了吗？头一遇到你那一天，你其实你出去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？ 冷的天，下着雪，下着雨，一直就孤零零的。你知道俺什么滋味儿？啊，你知道吧？我上来那只想踢你两脚，我跟你说。但是想想平时你爸爸对你那样，我挑衅疼，你知道吧？来，整天背个破布袋子，来给你，拿着，下去。 那年俺妈过生日，俺上山，可是打栗子，俺回来以后，发现俺妈不见了，是被刘大年打跑的，俺一直想把这个栗子送给俺妈妈。 那你妈妈呢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亲妈就把我送人了，因为我是一个女孩。记得那次。 今天晚上下着这么大的雪，俺躺在炕上，俺妈那是第一次抱我，也是最后一次。 Thank you.
Thank you.
咋念，妈告诉你，俺找到俺娘了。今天是6月1日，父亲节，我承认老人家父亲。